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Dan 4月1号愚人节发生了谎话一半的恋爱消息今天第一声报道了红遍全球的 Netflix 韩剧 Talk Lodi 男主角伊多亨与805人帮之一的尹基亚恋爱中的消息而在第一声报道不久后两方的经纪公司就官方声明两个人从前后辈关系开始发展成对彼此抱有好感的关系了目前正在小心翼翼的互相认识中承认了两个人的恋爱再一次我的天哪大发请甜蜜相爱吧嗯真的吗我还以为是愚人节这是什么世界观姐弟恋疯了两个人性格都很直爽真的很相配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快听好眼睛我记得眼睛的呼再次恭喜伊多元迎接两个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鸡爪戒指3月31号 APINK 网内武汉勇在 IG 上传了戒指照片后留言真的想要做这个了呢然后成员金南九再次转发后留言好可爱抱歉是情侣戒指却跟我们配了然后也上传了成员五个人的友情戒指合照并留言鸡爪 PINK 因为之前成员们就已经有配过友情戒指项链但是每次只有戳龙仔戴其他成员们的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粉丝们在看到这次的友情戒指后就纷纷留言这次是贵的所以不要再遗失了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APINK 成员们真的很喜欢鸡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4月份即将回归的爱豆们4月3号歌手 Kim Uso 将以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SM Time 回归女团 APINK 将在4月5号以第十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DND 回归歌手拉斯与 YOJAIDER MIYEN 将在4月8号发表合作曲4月10号女团 IVE 将以第一张正规专辑回归女团 Kepler 也将在4月10号以第四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Kitty 回归4月12号 IZONE 出身的以切扬将以第二张迷你专辑回归朴基姆将在4月12号以迷你第七张专辑回归女团 DreamNote 也将在4月12号以新曲回归4月13号 CLC 出身的强颜恩将发表第一张 solo 专辑不是 Balagan Satrungi 将在4月16号以新专辑回归 NCT 小分队 NCT 土街将将在4月17号以第一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Popium 回归 Lovelyji 出身的吕素将将在4月20号以新专辑回归老师还没有确定日期但是很有可能会在四月回归的爱豆们 CARD FLIPPIN 17 STRAY KIDS 이기광 B2B